我一定不会忘记的。等你省城回来的时候，我再行报答你啦。你去去，唔好讲啊，梁太爷。小人时时受你哋嘅恩惠咧，我都未曾报答翻，你点敢再受大恩呢？梁太爷，你哋快啲开船啦！但愿你哋一路平安冇事就好啦。大哥，再讲就天光噶啦。好啦好啦，通知船家开船啦。顺风啊，梁太爷，你有心啦。梁太，唔好咁伤心，你保重啦。你系知我哋家产人亡啦，梁太，军内咧，军内喺外边料理紧琐碎嘅事，天内。何必定？大夫话你嘅身体仲未曾完全康复，千祈唔好伤心。最紧要保重至好啊，娘亲。眼，你放心啦，娘亲。以后孩儿一定会好好咁侍奉你老人家，端敬有愧孝道嘅。请娘亲放开怀抱，真祝福佢。你只系唔好提娘亲，唔好提。大哥，太医正话唔系讲过咯，军内喺外边料理啲琐碎嘅事啊嘛。系咯，娘亲。吓？都话七师八命不比寻常，佢哋惊住无能为力，咁冇人死咗，点可以入品衙门呢？我无论如何都要为七师八命超雪沉冤。云来，娘亲仲未复原，呢件事你千祈唔好惊动佢。我会噶啦，大哥。大师兄，吓、咩事啫？阿凤喺外面话我系我哋嘅救命恩人，唔通佢系嚟领赏嘅？云来，你喺处侍奉住娘亲先，等我出去见佢。哦，祈福，跟我出嚟。系。呢次得你救咗我两兄弟，此恩此德。没此难忘，等办好丧事之后，我一定会酬谢你。唉，梁大爷，阿凤啊，等你对我哋一家咁关心，我真系非常之感激。呢件事并非唔想话一票半满，只因为七师八命非同小可嘅，我嘅壮志。以致左右为难啫，呵！圣灵嘅世大遮天，既然写咗嘅人都怕咗佢，要直接过佢都话好难咯。哦，咁圣灵嘅斗策行凶，严公石实，要过佢系主谋，又无证据。我睇不如都系告贼，等贼佢告佢好得多。你做见证系小人呢？我当然唔会话你有疑心，只怕人命关天噃。如果牵连埋你，我于心不忍啦、啊。大爷，我哋兄弟救命恩人，如今更为我挺身作证，此恩此德，真系如海如天。请受天来一拜，等你愿为见证。咁我料理丧事之后，就马上发出省城，希望喺省城能够揾到人写状。如果写成状纸，我就即刻翻去。天来兄，啊，医生兄，请坐。啊，天来兄。祈福今朝佢对我讲，我先唔
记录不舍的心。唉，寡莫废乱，真的令人悲痛。听你啊，守卫着谁不能逢生，你都已经哀伤悲苦了。你有心啊，祈福对我讲，话你翻出嚟揾人写状告官，而家你听我都乜嚟啊？我只因为无计可施，到你揾到我发笔，几乎所有嘅状尸我都见过噶啦。但系一提到七尸八命，就冇人敢尽力担心。其实系冇状纸就不能入品官门噶嘛，唔入品官门就沉冤难说。试问我何以为王允呢？希乐希，唔使咁忧愁嘅。呢件事我可以为你尽力吓，你帮我。系，我有一个细叔叫做施志伯。虽然佢亦系写作为生，但系佢唔挂招牌嘅。佢为人耿直，义胆人心，见人之所未见，能人之所不能。就凭佢七寸之管，可倾百万之家。如果得佢答应帮忙，咁就会沉冤可说噶啦。其实你咁，请你代为引荐，使天来能够为王允雪冤，众生都不敢忘记你嘅大恩。引荐之事系佛所应允，天来兄弟何必咁客气？但系我有件事必须要讲明白嘅。哦，点咧？我呢位细叔，佢言行谨慎，轻易为人谋事，就因为一身傲骨，与世疏云，以致半生老道。咁我同你一齐去见佢，你对佢一定要耐心恳求。如果能够得到佢嘅同情，咁就可以得偿所愿噶啦。系，其实兄嘅吩咐，天来一定谨记于心。嗯，系咁，事不宜迟，我同你一齐去见佢啦。系系。现送上一百两银元笔，望求老师笑纳。咪住，百名冤情，非同小可。老夫今年老力衰，再唔上，你嘅死期。当你企图赖债，且仲富有借据一纸，恳求本府代将欠债追偿。本府亦曾经参阅番禺院嘅长文，今日开堂宣判。系啊，番禺喺度。梁天来，魏文在，你所以指控你贵兄斗插行凶，完全系轻信张亚猛之言。大人，你贵兄斗插行凶系千真万确嘅。张亚猛自欲为向黎民走步，完全系出自怜悯之心嘅。嗯，既然张亚猛傲信在前，而令贵兄贼劫在后，咁你何以唔向水犯营兵禀报，仍走到衙门？岂不是你自愿坐以待毙？自问良心，亦不无枉告贵兄之理啩？大人，魏文当时兵闻消息，五内妻亡，六十无主啦。后来遵从武媚，亲携弱弟走出省社，咁就一门遭劫啦。梁天来，查实你父生前欠下凌家百银一千两，凌贵兄屡屡追杀，你都赖债还还，因财失义，因债成仇。你怕连贵兄唔肯罢休，所以就落井下石，以为告到贵兄，一则可除后患，二
将以斗胜为奇，道理是非常非常显浅的。于果啊，大人，好胆！本官高言秦镜共识中间，居然敢响本官之前呼冤叫屈，可知有罪？大人，你废兄嘅借据系无中生有嘅啫，并冇中人签字嘅，可见系出于伪造，以无戚意。喺交实法令之前，亦曾经以伪造嘅借据，要叫无赖毁我种坟、割我田禾、抢我花盆、拆我家宅、纵恶超章，都系有证有据噶，并非伪文顺口雌黄嘅。请大人明察。两天内，本官动监肺腑，朝廷律例森严，系不容汝等小民刁纵嘅。令贵卿追债不遂，难免有泄愤行为，呢点不难想象，不难想象。本官严明公正，定当按律惩处。谢大人明察。令贵卿，万分礼文令你。退堂。好恨贵娘，我哋世夫力寡，又怎可以论击舍呢？娘亲，如果此仇不报，孩儿死不甘心嘅。冇错啦，老安人，所谓公道自在人心，纵信所有衙门都系咁黑暗嘅。唉，正所谓天下乌鸦一样黑，软麻无罪。高向虎牙，虎牙不准，又高向边算呢？无谓高咯，到此两回都系一样花。不但自怨自苦都系咁糊涂，咁先至会令到百名沉冤不能超书。如果能够遇到一个清官，此仇就可以达报啦。贵人似住有万贯家财。佢有遮天手段，仲告乜嘢？仲要都有话，贫不与富斗，富不与官争啊嘛！为咗呢件事，搞到要阿本内会分手，仲要公堂受苦，露面抛头，市民又于心何忍？你千祈唔好讲啲咁嘅说话。市民就算死都唔会反悔，但求梁大爷能够为八命雪沉冤嘅啫。唉，阿凤，如今我亦都无可奈何，唯有带你一齐去见阿仙智伯老师，睇下仲有咩良谋善策系咯。系，小人一切都依从大爷吩咐。娘亲你保重，孩儿好快就会翻嚟。唉，仇仇冤冤。在公堂之上，知府大人已经要学生遵义举荐，此后再唔准告向衙门。老师，你话如何是好呢？老夫可以作词，句句真切，字字关情，府言感动很见烈。都是财神用事之故。李贵卿，既然在虎牙疏通关节，就算不是迫使学生忠义举荐，那再行入法亦都是徒劳无功的，乌云黑暗，路为何？路为何？老师，多谢关顾，请老师再为学生筹谋善策，免至百年仇冤。
兄自己有咩主意啊？何生爱心悲痛，无限彷徨，万望老师见教。既然苦贤要你具洁遵义，咁就再难入品。兄想寻吴德树，如今只有高香莲崖啦。唉，何生愿意听从吩咐？在写状前，就要经过苦贤受贿沉冤，咁控告苦托，若英是否有咁嘅胆量？老师，但得沉冤超雪，学生万事不迟。如果年牙开堂，呢位阿本哥就一定要上堂作证。一向听到人讲，年牙嘅刑罚非常之重。万一需要证人受苦，咁唔知阿凤哥可唔可以抵实得嚟呀？老师啊，我本来虽然系只蛮牛，乜都唔识，但系知恩报德呢句说话我好清楚噶。我喺乡下挨食之时，梁大爷一家人对我非常之同情，我都唔知道受过梁家几多恩惠，我为咗梁家嘅事。唔系讲话要我受下刑罚啦，就算要我阿凤粉身碎骨，我都义不容辞噶。可敬可佩，老师你费心，我阿凤断唔会话怕死贪生嘅。事不同，如今公堂之上，黎伯英反而含血喷人，求大人裁断啦。张阿凤，小人在。到底收买你的是宁贵卿啊，抑或是梁天来？你要重实品相。品相大人，当日本案在县衙审讯之后，宁贵卿的确是触动他的叔父宁中孔作为说客，愿将一名婢女、一间大屋以及50两黄金送给小人，要小人应承不要再为梁天来作证。但是小人不受他威逼利诱，所以宁贵卿就怀恨在心。如今冤枉小人受梁天来收买，的确有损小人的名声，求大人接他一个诬告之罪呢。大人，张阿凤这番说话一定早就跟梁天来夹定来讲的，满身光明磊落，暗室不欺，既无斗贼杀人，亦无收买张阿凤。如今他们夹计同谋，虚构事实，显然就是想瞒骗大人，求大人明察。哦，原来张亚凤果然是跟梁天来夹计同谋的话。是啊，冤枉啊大人，冤枉啊大人。大人，梁天来家祸万生，企图赖债，一定曾经对张亚凤许下诺言，事成之后予以酬谢。如果不是啊，张亚凤就断不会为他奔走，为他卖命的，请大人明察。张亚凤，到底梁天来对你许过什么诺言？你得过梁天来什么好处？要老实讲。回禀大人，小人虽然是街头乞食，但是亦善恶分明，小人所以愿为本案作证，完全是受良心驱使，并没得过梁天来什么好处的。大人，满身在呈堂状纸亦有写明，原告在府衙诬告满生之时，得知府大人高悬秦镜，洞悉其间，竟已立命遵依。如今梁天来累告不休，如果不是张亚凤为了要在原告身上得到好处，所以从中唆买，原告就算有胆大包天，相信亦都不敢有违官如上诉列台。大人高明，伏望苦察。照宁贵卿所讲亦有理由，梁天来在府衙中申诉之时已经具洁遵义，若非张亚凤从旁之事，咁梁天来
向本官嘅。张牙房，小人在。睇你鼠眼蛇头，定非善良之辈，情愿乞食街头，亦不是生产，可谓自甘堕落，与人无忧。到底是否被人收买，所以作狼轻波？快啲重实招供，不用抵赖。我系大人啊，唔将你行刑惩治，谅你都唔肯招供嘅。夹棍时候，真大人啊，大人，将阿孔越作证人，完全系基于疑犯的样，求求大人明察，求大人住口！系咁扰乱公堂，就要从严处置。启禀大人，夹棍已经准备，将张牙凤套上夹棍，准备用刑。准备。冤枉啊，大人！受人收买作狼轻波，重实品尝。小人，小人可以对天发誓，并冇受人收买。大胆，身受皮肉之苦，仲系唔肯讲出真情系嘛？大用刑。三番四次咁受重刑，我实在于心不忍。大爷，你唔使戥我难过，仅得大爷能够将沉冤昭雪，我阿凤就算受苦，亦都甘心嘅。阿凤，睇起上嚟想昭雪沉冤，我很难如所愿啊。你都不如顺口招供，仲可以免挨刑罚之苦啊！如果唔系，我怕你难保性命啊！系刑罚可以乱打，我把口唔可以乱讲嘅。就算死在公堂，我张牙凤都系天恶嘅。咁真系难为咗你，大爷。唔使为小人伤感，虽然系天昏地暗，我都视死如归。阿福，你忍住祸从口出，咁就惨上加惨嘅。你睇下你冻到冷汗淋漓，我同你抹咗啲汗先嘅嘢。小人只不过系一个卑贱之人，往日屡受恩惠，今日已。得到你的好怜，真系三生有幸。就算小人身在严棍之下，内生结草暗眼，都要报答你的大。好，启禀大人，张阿凤有事晕咗。让佢救醒。遵命。大人，张阿凤已经痛到难以支持，求大人格外施恩，放松夹棍，等佢得以喘息，以免枉送性命啊！恭候万岁，大人。朝廷论例森严，本官执法如山，喺公堂之上断难徇私卖货，两天内。你马上跪埋一边，以免妨碍本官手续。大人，施恩啊！大人，启禀大人，张牙凤已经醒咗。哼，张牙凤虽知刑罚难挨，自己嘅
是否受人收买，所以污蔑斯文？讲。小人一生情法，无愧于心，天地鬼神都可以为小人作证。大胆！在公堂之上，竟敢狂妄嚣张，吾望众人谅你都唔肯将真情讲出。再有嘢。大爷，嗰啲顺口千功法啦，好唔得啊！系啊，小人是义务作事，大爷唔使快住我啦。
老师，求你无论如何都要同学生想个办法才好啊。略兄，我自从同人写作以来，从来未试过好似呢单咁倾心啊。老夫对你几次都劳而无功，呢一次就算力血呕心都要倾尽全力啊。多谢老师。丈夫死咗，孤掌难鸣，再写壮志就应该指出孽胎途经沉冤，然后点出幸生灭死，九命难生，咁样措辞或者会得到秦府见念，咁老夫就不负良兄所托。若得秦府大人见念，不知九命沉冤，全着老师所赐。良兄，虽知官门险恶，如今又高一层，老夫都没咩担心，只是怕良兄你受苦啫。唔紧要，要说沉冤，学生死而无悔。好啦，成败都是听天命，但是老夫一定要尽力而为。等我上台之后写好宗旨，那你就马上去府堂入禀啦。是，学生知道，无论如何都要求秦府大人申说的，请求大哥你高抬贵手，同我打个人落去，免至我投诉无门啊，咁我感恩不尽噶啦。喂，乜你咁啰嗦噶？话咗唔得就唔得噶啦。呢位大哥，呢处有多少银两？哦，银两系送俾大哥作为茶资嘅，请你收咗佢啦。哦，多谢晒喎，不成敬意就真。呢位大哥，咁啊，劳烦你同我喺壮词嗰张壮词嘅树打个印喺树啦吓。哦，仲要我喺张壮纸度打印啊？啊，系咯，劳烦你啊，大哥。喂，兄台，你肯请我饮茶，我先至肯对你讲啊。我个印无论如何都唔能够打落你张壮纸度嘅。吓？点解啊？我咪讲过咯，你张壮纸连猎台都告埋的嘛。如果我哋大人见到，一怒之下追究起上嚟，我点担当得起啊？呢位大哥，就算系要拉要锁，都愿意由我个人担当系啦。你啊真系讲得轻易啦，由你担当系咯，最怕连我呢份差事都保唔住噶嘛。咁我岂不是一家大细都要饿死？陈大哥，咁有咩办法我先至可以将状纸呈俾大人呢？冇我呢个印打落去，你点可以呈上去啊？听我劝啦，兄台，翻去写过一张状词，唔好用冒犯猎台嘅字眼。咁我睇在几两银两嘅份上呢，就点都买个人情同你打个印落去噶。唔通真系官官相卫？唔通注定要九命沉冤？啊，一月翻嚟写过啦。哦，你翻嚟啦？点啊？状纸已经呈上府台啦。云来，我对呢次有冤无路诉。吓、啊？点解啊？府衙嗰个差衙话我将状纸系控告孽台嘅。点都唔俾我向府台入禀啊！唉，大哥，咁点解你唔同佢据理力争呢？唉，去嗰啲地方边处有道理讲至得噶？咁你冇俾钱嗰个牙差咩？佢系收咗我啲茶钱，一样唔肯买人情。哦，哼，咁真系岂有此理！唉，冇得讲噶啦。所谓宰相家人七品官，他在秦府那处揸晒权的，我又怎敢冒犯他呢？
唔怪得告嚟告去都告唔入咧。原来一个小小牙差都居然咁恶嘅，大哥，如今要点打算先至好？壮词就唔能够呈俾巡抚大人咯。我都唔知呢一段冤情要点样先至能够超书。假如壮词能够俾巡抚大人见到又点？咁就希望佢能够同情怜悯，不是九命沉冤。大哥，咁点解你唔直接将壮子呈递俾府台大人？唉，后门深似海，我又有咩办法可以接近嗰位大贵人先得噶？唉，可以去兰屿告状噶嘛？吓、啊，兰屿告状？系咯，听讲呢位巡抚大人每逢初一十五都去城隍庙进香嘅，如果将壮子拦如投递，咪可以直接呈上巡抚大人嘅手中？系噃，吓，哎呀，君内，你哋一言惊醒梦中人添，好，我一于照你嘅说话去做。官官相卫，自古皆然。咩话？喂，
暗咩啊？哼，呢度系衙门重地，唔好立乱开声啊！如果我将你嘅说话入去禀知大人，怕监都有得你坐啊！就算系死我都唔怕，又怕咩坐监？哦，唔通你想乘机杀赖啊？啊，扯啦！在衙门之前游游荡荡，认真有失官招，明白？喂喂喂，你仲坐喺度添？差大哥，我有满腹冤情未能申诉，见到嗰段批词，我心胆俱裂，寸步难移啊！脚软啊！喂喂，你唔好炸死啊！真系估唔到，衙门嘅人个个都系心如铁石嘅。唔通要我请盏白人大轿送你翻去啊？自己嘅就马上离开，我唔会徇私埋放嘅。扯啊！三番四次都告唔成，试问有何颜面翻去见老师呢？照咁睇上嚟，恐怕难以再告。老师，几个月嚟，得你呕心沥血，仗义帮忙，如今屡告不准，有费老师的苦心，学生实在无颜而对。梁兄，只怪老夫不才，有负兄台所托。官官相卫，雪恨无门。想起上嚟，真系令人可恨的老师，将心腹血罪，我亦要同你再写状词，以此语不惊人就沉冤难说。但系官批该打死，该打死，若要再写状词，如何落笔？真系费煞思量。老师，你哋已经筋疲力倦，你不如养息片时，慢慢先去施杀啦。田不难挑沉冤，真系令老夫汗颜无地。乜你仲未瞓咩？系，好生侍候老师。梁兄，老夫对你无功，而受你殷勤照料，真系心感不安。老师，你为咗一纸状词，三日三夜废寝忘餐，学生左右追随，颇为侍奉，是份所应为的，得令成绩，真令老夫受之有愧。学生份所应为的，老夫受之有愧。学生份所应为，咁老夫就唯有鞠躬尽瘁啦。三更，系啊，三更噶啦。点解我仲神昏意倦，话稍息片时再行厮杀，点知一瞓就瞓着咗，咁快又三更。三日以来，老师都系寝不安静，学生真系过意唔去，受日之托，未竟全功，我又点能安枕？老夫老
王师亦尽，成王成雄，真系有苦略轻。老师，你三日辛劳，眼用潮水咗啦，略轻。你有汗上唔系潮水咗呢？老师，既然落得到咁艰难嘅，就不如罢手系啦。罢手？唔通略卿再上昭雪沉冤啊？学生只系唔忍心见到老师日夜辛劳，有损身躯啫，视为知己者死，就算死亦无妨。老师以后情深，咁学生真系唔知要点样报答你啦。好一句该打死，该打死，真系苦心劳苦。老师，请你暂且抛却受怀，安心养性，到精神充足的时候，相信就会容易落笔噶啦。略卿，喺呢三日以来，你抛家别母，留喺雪照料老夫，你亦身疲力尽，沉冤未雪，你仲要保重身躯，不必再留喺雪照料老夫啦。都系先行翻去唞下啦，一到壮词写好，就会送到贵宝号噶啦。唔得嘅，学生一定要亲自试候老师起居，然后先至安乐。呢三日来，我因为见你留喺树照料老夫，感愧之余，更加心发热血。倒不如等我清清静静，或者仲是有可为的。咁样，既然学生留喺树有爱文思，咁学生就翻去叫仆人祈福到嚟侍候起居，然后学生每日嚟向老师问好啦。不便，我决意一身，一切操持经已习惯。不必以我为念。老师，你为了我呕心沥血，我不忍再见老师为起居的事而分心啊嘛。看，系咁真系却之不恭，受之有愧。老师，咁学生就马上翻嚟殿中，叫祈福到嚟侍候，听候差遣啦。老师瞓咗啊？系啊，佢啱啱先瞓咗嘅。咁知唔知道佢已经想到点样落笔写状词未啊？状词已经写好啦，大少。吓，写好啦？系啊。老师对小人讲，佢话知道大少一定会喺呢个时辰嚟探佢嘅，所以佢系吩咐小人等大少嚟到之时，就将状词交俾大少。老师因为已经支持唔住，所以要唞下先。几日嚟为我呕心沥血，真系难为咗佢。祈福啊，张状词喺边度啊？喺老师嘅书房上边啫嘛，小人攞俾你睇啦。唔使啊，等我自己去攞啦。哦，嗱，大少，老师话呢张系啦。哦，御品人梁天来，告慰宁愿该打死，该打死，不愿含冤受屈死。是恶毒非民功不从，巨恶非王法不诛。危如错一日，如难告以徒正沉冤，坑生灭死，千金二孽，九命难伸。唯入人鼻，入扣超生说死事。
蒙批二天来告官告吏，陪告贵卿，真乃雕不见众，该打死，该打死。米芾独全批，心胆俱碎。米碑一家受害，何惜离区？故而冒死攀援再读，黑天吊案，痴心待前。离味难逃孽监，巨流起漏黄浆，溺血披尘，不胜待死之志。大少，我住呢张状词又可以去告啦。唉，冇事成啦，冇事成啦，冇事。学生嚟问候老师啦，系学生已经读过老师所写嘅状词。真是血亂斑斑，盡殘之上，完全講出學生的心境。老師真是奇才，能夠寫出狀詞，有賴良品指點，並非我的功勞。良兄，要說沉冤，盡此一句。如果得說沉冤，都是老師所賜。老师，你错去的，唉，老师。
经过咗二更噶啦，你一直都留喺呢树，学生一直都要侍候老师嘅。梁兄，你又何必理会老夫呢？老师职务性质，加有学生义气，学生实在系好唔安乐噶。梁兄言重，只怪老夫不才，唔关你事。老师，学生已经吩咐祈福煲咗啲粥，等候老师瞓醒嘅时候食嘅。老师肚饿吗？唔会，仲有凤水龙干，我都食烂蟹。如今只系觉得口渴。咁学生斟杯茶俾老师咧。鲜血，学生一时忙碌，所以就除咗件衫，抹咗地上嘅血，怕整污糟啲地方。哦，系啊，咁又何苦呢？唉，衣衫不整，亦都自觉失仪咯。老师唔好见怪啊，梁兄，我嘅剪佢尚不足惜。又何必理会呢？你唔使理会到呢处地方噶，呢件衫好贵噶嘛，就算系点贵，都唔及得老师嘅心血啦。可惜我家徒四壁，
寒衣都冇见好。梁兄，你衣薄风寒，点挨得过漫漫长夜啊？老师请放心，学生已经吩咐祈福翻去攞御寒嘅衣服噶啦。哦，乜仲未翻嚟咩？怕就快翻噶啦。梁兄，老夫系避中可以取暖，如果你唔嫌弃，可以穿住我件衫先。多谢老师关怀。啊，等你祈福攞御寒嘅衣服嚟俾我啦。哦，咁你去开门先。系，学生好快翻嚟。嗯。啊，大师，件衫攞咗嚟啦。得啦，上到度房门啦。知道。奶奶知道你喺树过夜，怕你会冷亲，话请大少翻到铺头。唉，老师身体不适，我又点可以离开呢？小人都系咁讲过嘅，但系奶奶怕你又是去衙门告状，所以要请你翻去，劝你唔好再惹官非。唉，最怕从今以后。不告无可告啦，大少，咁你今晚真系唔翻铺头啊？我要留喺呢处侍候老师。哦，咁你着翻件衫先啦，真系会冷病嘅。嗯，得啦，祈福，你翻你铺头啦。哦，咁你咧，大少？我都话要侍候老师咯，大少。你都冇得瞓啦，小人又点敢咁安乐呢？小人都系留喺树陪伴大少。唉，你唔翻去就留喺树啦，我要翻入去睇下老师噶啦。哦，老师，寒衣送到啦嘛？送到啦，老师。咦，老师，你？你做咩？你睇你好似好辛苦咁嘅。哎呀，或者正话坐起身嘅时候受咗风寒，感觉好啊！老师，你哎呀，你又试吐血啦，老师。老师，你瞓低啦，快啲瞓低下先。哎，瞓低。老师。老师，老师，你正话先着块件衫，着俾我好嘅，辛苦咗啦。唔怕，唔紧要，老师不必介怀。你瞓低，你瞓低唞下啦，我扶你。O K。老气，你尽心扶。我命在旦夕，唔会嘅，老师，吉人自有天相，你一定平安嘅。唉，生死有命，富贵有天，我唔怕死，但系死难明，就系你能为你挑选沉冤。老师，你安心养神啊。唔好再想其他嘅事啦！我即刻吩咐祈福，请个大夫嚟睇你。不必，一定要请大夫，一定要请大夫。你氹下老师吓，口耳弄情，疾受之有愧。咁病人嘅事，你可唔可以揸主意啊？可以，可以。唔知大夫有咩吩咐呢？同佢准备身后事啦。吓、啊，血尽
心腹回天乏术，即使坐得咁晚都好难过得听朝。老师唔能够死嘅大夫，求你大发慈悲，高抬贵手，救翻佢啦，大夫吓。命在垂危，冇得救嘅。哎呀，大夫，请你高抬贵手啦。从来医者父母心，如果可以。